着即个咱文物千岁圣诞千秋哦，小朋友的画画作品吼、哦，来200多张，这是家己来交卷，啊，佫有还袂迄种团体学校的，有的佫还袂摕来交安尼，啊，很那个小朋友很踊跃参加，啊，我们文物千岁走入校园，啊，被小朋友家长看见。我们非常开心啊，小朋友也画得很开心。每个画展都有他们不一样的故事哦，有文物潜水撞球啦哈，啊，搁有文物潜水在弹音乐，啊，搁有文物潜水去翕相哦，翕相也是很棒的作品。啊，搁有文物潜水哦，泡温泉，因为咱家是一切先到哦，一种做关子岭，一种做温泉区的哦，啊，一种泡温泉很棒。想象力非常丰富，一种小朋友创作哈，真正是无简单。咱大人哈，他们小朋友的内心世界，唔是咱大人有法度想到，真的很棒。所有参赛的小朋友，大家赞！对，感谢班府千岁呢，举办这样子的活动是非常的有意义。除了让孩子能够发挥创意以外呢，那我们深深的去感受到班府千岁他们呢在用心做很多的事情，然后为地方的乡民们造福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呢特地呢亲自送这一幅作品来到这边，那就是希望呢大家呢也可以呢多多的参与这样子的活动，把班府千岁呢爱人民的心传递下去。去拿图画纸回来，对啊， 然后就去想说，哎，那到底要画什么？那刚好因为他们说那个章鱼是守护神，然后他们就从这方面去着手去思考说，哎，他就想到说，那就是小美人鱼的爸爸，就是那个海神啊，对，然后他就想说，那不然我画那个圣诞老公公好了，因为他说只要画画就可以得到小礼物，他就觉得哇，这样好开心哦，好像圣诞老人带给大家这样快乐。